昨天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，近期外资企业复工复产进度稳步提升。截至4月7号，全国8776家外资重点企业当中，复产率超过70%的企业占71.9%，较上周提升5个百分点。湖北省外资企业复产率快速提升，制造业复产率超过70%的企业占比较上周提高9.9个百分点至75.9%，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。